Hello bà. Hello bà. Sao rồi mà? Cơm ăn chung quá mà ăn chung à? Nhưng mà có đi ăn hỏi anh thấy mình đâu cháu quay rồi nhưng mà có sót quay rồi bầu kỳ cao bấm có chương chín khát thì đâu có đi mần thấy cái gì anh yên sâu phục hồi là phòng xong惊有啲人走鬼咗啊嘛，继续玩落去啊怕有人睇唔到。咩骗徒层出不穷，黐线攞部电脑嚟教飞咩？梗系唔会啊，得翻73人，肯定唔会啊！以你啲咁嘅说话数量，就系而家就要考虑大家仲继唔继续。啊！点啊？玩街霸，我冇咩所谓，其实玩咩都冇所谓。啊！继唔继续赌钱？而家呢个城唔知有冇咩玩啊？其实就是。我玩呢个我可以继续玩，但系如果玩剧情系怕有啲人睇唔到嘅，主要就系咁讲，吓佢哋会睇 replay， 有啲人就话继续继续啊！上回我哋讲到，我哋去跟行勇就喺呢个火烧京都嘅时刻做一个嫖妓，之后我哋都体验咗佢喎，火烧嘅时候我哋都去嫖，嫖完之后，而家咧就发现佢话咩，佢哋谂住趁咩嗰啲土著嗰另一个假龙马谂住趁机会掳走皇帝啊嘛，啊个天王，我哋而家就要去阻止呢件事，要去寓所，我记得佢话。十万火急啊！扮米奇老鼠扮到 hand 机嘅，唔知啊呢啲好难讲。照顾应该唔系嘅。而家已经跑咗80 km， 劲过马拉松选手。火烧时间系咪冇贩卖？我想知，因为佢而家如果你火烧咗嘅时候，佢都唔可以生火煮嘢食，已经冇办法可以再买嘢食嘅。睇下试下去下古木楼先，火烛嘅时候我哋去搵佢练功啊！我哋趁佢老人家吸入浓烟救我砌或者点样，趁佢病攞佢命。希望冇封到啊！我哋火烛紧都可以嫖妓，点解唔可以练功？哇！佢话：哎，快啲去寓所啊！佢北面好危险啊，唔俾人落去。好贱格，好唔自由啊！我觉得，点解唔可以食花生啊？一定要去管呢啲闲事，幼稚嘅。哇！京都炎上，烧到成个呢一个应该都算系日本其中一个最大火灾之一嚟，周围都俾啲嘢阻毁住晒，封毁晒啲路。睇下先啊，
啲啊捉象棋啊，呢个咧唔知咩嚟。吔屎啊！左后左势，诶、欸，有药屋喎、啊，仲嗰日火烛嘅时候做生意，趁火打劫，系佢打我劫啊！话而家得我有得卖啊！哇，佢都卖啲咩活力丹、高级万能丹，仲有啲解酒丸，乜都有，是但买少少啦。好，其实平时多啲呢啲有仲方便，系咪要去寓所啊？系啦，冇计啦，一定系要去救皇帝。跑啊跑啊跑啊！吓、啊，系你，你就系乙藏，乙藏。久しぶりです。好耐冇见啊，不头！お前が，你就系另一个版本龙马。だったのか。その顔はほっとした。你睇我个样啊，啊？我已经知你咁都未明啊。佢话我知道啊，你一路咧就喺度等紧武士先生啊，唔系咩？お前の目的は何だ？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啊，乙藏？为什么你要偷了我的名字来欺骗世人？为什么你要背叛武士般平台？武士明明和你是同伴来的嘛？你们不是朋友来的吗？背叛？我吗？没错啊！新選組に捕まった後、我你自从啊，你新选组逮捕之后啊，翻到土著之后你就啊招供，然后啊令到武士要被迫撤伏啊，就系你嗱、啊，所有事情就系由你俾新选组拉咗之后，你咪最终啊因为武士先加入呢、這个啊勤王党咩？错啦！我同武士先生一路都冇出卖过，啊？我话你系咪啊？你究竟点解会咁谂嘅？你真系咁谂？你想讲啲咩啊？想问我嘢？你喺度讲大话啊！你心底里边啊，已经知道啊，武士先生就系另一个版本龙马。哼！点解你要喺度自欺欺人啊？啊？其实啊，系你背叛武士先生嘅。点解你唔承认啊？哼！佢哋而家好恐怖啊，好惧怕知道真实啊嘛，系咪啊？我哋不如决斗啦！等我同斋藤一，我唔系同斋藤一决斗，我系同真正嘅版本龙马决斗。我终于有呢个机会可以堂堂正正咁同你决斗啦！呢一个亦都系另一个版本龙马嘅命令，好啊！要将近藤勇杀死，又啊因应状况咧而随机应变。你想决一胜负系嘛？只要决一胜负赢咗嘅话，你就会讲晒所有嘢系嘛？哼！呢个条件真系好差啊，九哥。好啊！就由呢度同你决一死战啦，乙藏！话俾你听啊，我将要结束你斩人乙藏嘅人生，为你画上休止符。嚟啦，乙藏！嚟啦，龙马！妖！哇！咦啊！土佐勤王党，冈田乙藏。咦啊！哇！嗯。咦啊！嚟啦咧！哇！哇！咁古惑嘅呢支回刀回马枪。
撩落去，你呀你心毒咩？撩落去，喂呀烦我，再嚟我呢步，狂田以状，你的人生要玩完啊！浑身一击，再嚟，哇，嚟啊！圆月杀万，七全斩又嚟呢招，打我你几次啦？咁耐都仲系用呢一招啊！正蠢材，同一招对圣斗士系冇用嘅。哇！即刻立妖去我后面咁古惑，哇！佢一路就挡晒，再嚟，哇哇！撩落去，我而家又反反啊！离心毒劈，浑身一击，哇哇！扣好多呢招升龙剑，哇！补补血丝，万能丹，喂！哇！回马枪，撩落去，死硬啊！你血已经无多啊！咦啊！有位就想出七旋斩啊！新招啊，终于有！我磨刀先，凝聚剑气，呀、yeah! ！嚟啦！你都识离心毒劈，避啦你！点解唔即刻还拖啊？傻仔龙马，点着个火啊！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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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嚿先，万能丹。受死啊，耳状。哇！拍到粒丸先。耳状，死硬啊！我刀神，咦啊咦啊！剑士绝技直击，收刀器，超型你啊！太易玩了，我输了，我居然啊！点解龙马志赢完都要扯大啊？到去到最后，我人啊，我无论如何都代替唔到啊！冇事，兄弟嘛，兄弟，而家咪仲生存紧啊！あいつが嗰人啊，もう一人の坂本龍馬另一个版本龙马咪仲生存紧啊！あの人は、嗰人啊，あなたを待って、佢一路都等緊你，ずっと，一直都等緊。竹内さんは、武士先生已經，もう戻れないところ，冇辦法翻轉頭啦。嚟到呢度之後，嗰人啊，止められるのは，阻止唔到啦。得你啊，可以阻止佢嘅啫。以状。私は我あの人の兄弟我一路都唔系嗰个人嘅兄弟，あなただけなんです。你先至可以成为佢嘅兄弟嘅啫。嗰个人而家全部嘢就交俾你啦，以状，振作啲啊，以状。武士先生喺京都嗰度，所以啊。我明啊，交俾我啦，我一定会阻止佢。太好，
而家呢个皇宫已经着火啦，兄弟。お前の目には。哇，你喺你眼前啫，呢个天空啊，究竟啊反映出啲咩咧？系咪你想见到嘅天空啊？龙马龙耳状，好有深厚嘅深陷啊！那个感情好深，打了起码三四次啊！毕竟关系都非常密切嘅，大家喺拳头不打不相识。喂呀，唔捞啦，系嘛？摆低嗰个，摆低呢个新选组个衣服。劈喺度，我咪要去救皇帝咩？点解唔使去？喂，佢话你谂住离早啊，斋藤先生。土方，我喺总司嗰度听过噶啦。啊，你嚟到呢度嘅理由啊，啊，同埋啊，你真正嘅名。冇错啊。你认为？你想逃走啊，日仔！逃げる。逃走？是啊。系啊。的确啊，日仔你已经冇留喺新选组入边嘅理由啦。但系啊，你仲有同伴啊嘛？点解你要抛弃同伴，自己一个喺度战斗啊？啊！佢哋系咪觉得啊，抌低其他人，自己一个喺度迎战啊，好有型啊！你真系蠢材啊！我战斗嘅话，梗系要同啊其他朋友一齐去打啦。点解啊？你知唔知啊？人类啊，喺重要事情嘅时候啊，啊，梗系见唔到其他嘢嘅。一齐战斗，一齐思考，一齐悲伤，一齐欢喜。我呢个啊，就系人类一直以嚟啊创造历史就系咁样做嘅。啊，近藤局长啊，哇，就系因为最喺最后关头啊，舍弃新选组独立去迎战先会咁样。但系我话俾你听啊，我哋新选组啊。是我令到你哋卷入咁多事情嘅，所有事情都系关于另一个版本龙马，所以先要同佢战斗。咁又点啊？佢而家唔净系版本龙马一个人嚟战斗啊，系我哋新选组嘅战斗啊！冲田，系咪啊？新八，哇！我同局长啊，都系生死与共噶啦。永昌，土方，系啦，我话版本先生，我话你身为斋藤一嘅事情啊，仲未完结嘅，吓，仲有咩工作啊？啊，系啦，嗰个就近藤留俾你最后嘅计策。近藤勇は死んでも死なん。近藤勇虽然死咗，但又未死晒啊！所有嘢就留喺呢个计策入边。呢、這个锦囊妙计，嗰啲咩诸葛亮嗰啲，临死之前俾个锦囊你。啊，新选组得翻几丁有四个，全部死晒。诶，仲有啊，仲有，原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二栋，哎，等久等啦，啊，因为寻晚咧真系一个哇好大件事嘅一日啊。好，日本仔中意坐呢啲酷讯坐战，中意坐凳啊。但系啊，近藤局长啊，唉，居然啊吓，打算啊烧咗京都呢条街啊，真系啊。好古怪嘅思考啊！哎呀，有时啊真系啊好奇怪啊！见到啊啲人啊走嚟走去啊，惊嗰啲火啊！唉，我都唔知佢系抱住啲咩心情啊！啊，佢话你今日都系一样啊，把口咁叻喎，伊东啊，唔好意思啊，失礼啊！啊，
今日咧，究竟我哋要倾啲咩啊？新選組の今後について、我哋要倾下新選組今後嘅方向。昨晚の今日の大炎上。昨晚咧，京都啊着晒火啊，啊奉行所嗰边啊，即系差馆嗰边咧，决定咧要啊调查新選組嗰啲工作噶啦，啊未必咧都未必可以继续執行。啊，原来系咁样啊！佢话系啦，但系啊，点解啊咁大放火呢？咁大嘅事啊，吓、啊、十花女队长啊，原田佐知助好似自由行动咁啊，唔听人讲嘢。佢话哦，佢啊，我咁啱啊，意外入边啊死咗啫，我谂啊唔系个个都要负责噶系嘛？其实系咁嘅，啊，我啊总司永仓斋藤啊，四个人啊都冇听过放火呢个任务啊，啊。放火啊！執行放火嘅任务就有参谋伊东、原田嘅十班女，同埋武田嘅五番女，系得你哋几个有参与放火呢个运动嘅啫。我话听啊，寻晚我啊遵从局长嘅指示，啊乜都冇做到，系、啊、我唔知道你哋究竟知唔知啊？啊！近藤咧本身咧吓、啊，其实系有谂住打算去京都放火呢个计划嘅，但系佢话执行呢个计划嘅契机咧仲未到，佢会放暗号俾我哋嘅。佢话如果要放啊，如果喺呢条街度放火，暗号，冇错啊，佢就系话会将新选组解散。佢呢个时候咧，我哋先至会啊喺京都放火嘅啫。呢个就近藤。局长的暗号咩话？近藤先生啊，打算有个京啊江户嘅迁都计划，佢谂咗好耐噶啦，啊，为咗实现呢个计划啊，于是咧佢就决定啊，啊就组织呢个新选组，但系咧佢只系将啊呢个计划咧讲俾新选组入边咧信得过嘅人听。所以啊，寻晚啊，啊放火啊，一定唔系局长嘅指示啊，而我哋啊就喺度进行紧啊灭火嘅活动。原来系咁啊，我唔知道喎、啊。我唔系喺度怪责边个啊？啊，究竟啊，你啊，你系话你系放火系听局长指示啊嘛？你都做忠实咁跟从局长嘅旨意啊？但系我估唔到参谋啊，完全咧就冇思考过就啊，咁鲁莽咁行动。唉，算啦，今后我哋要点做先？唔好讲咁多啦。山南、山南、松原、松原、谷、阿谷、铃木、源さん、源先生，同埋佐知助。半数の体調確保しない。有一半过半数嘅队长啊，已经系唔喺度。局长亦都身亡。新选组咧要继续落去咧，相信咧就非常之困难。的确嘅。だから私は。所以啊，局長，我啊决定将局长斉藤はじめ君に交俾斉藤一嚟担任。咩话？斉藤君。斉藤君。どうかね。你觉得点样啊？慎んでお受けいたします。緊張受命。ちょっと待て。等陣啊！你係咪講緊啲傻説話？有何問題啊？齋藤啊，係啲新人嚟啫。有咩可能俾新人做局長啊？我接受唔到啊！新人有咩問題啊？啊？啊！一喺呢度比邊個都要強啊！啊！而且個頭腦都好醒啊！啊，咁啊，当然可以成为局长啦、啊，冲田，伊东先生，我有嘢想讲啊，副长，点啊？的确啊，斋藤先生嘅剑术啊，我都系啊确认嘅，但系新选组啊，身为幕府直属嘅权威武力组织啊，呢个局长啊，需要知识、教养。道德、啊、一定要好有知识嘅人嚟担任先得嘅，非常有道理啊！吉能局长啊，就系所有嘢都兼备嘅。但系呢个局长啊，已经俾不
请狼师斩死啦，令到新选组嘅威名啊名誉扫地。新选组下一次嘅局长就由我伊东甲子太郎嚟接手啦。我最后话俾你听，呢个新选组最后守住啊嘅近日局长俾我哋希望嚟嘅。冇错，除咗伊东以外嘅局长，我唔会接受嘅。ちょっとおかしな話ですね。はい、もう、真的奇怪わ、この句話。伊東先生。何がだ？咩や？私は近藤局長。我剛剛啊、只係講過近藤局長。我有講過佢死咗咩？咩話？さて、不審な話。真的不可思議啊。私は局長。我剛剛只係話局長唔喺度嘅啫喎。それは毎度のことだった。啊，你系点样知道啊？なのにあなたは死嘅意思啊，我应该冇同你提及过呢件事情喎。而且，你仲可以帮佢加个俾不请浪士斩死喎，讲到原因确凿喎。你讲咩啊？即刻围住你。走唔甩啦！近藤局長は生きている。近藤局長仲在生嘅。それとも伊藤さん。啊，伊藤先生你。私たちが知らない何。你好似知道我哋唔知嘅嘢咁啊！四把刀指住你，你系咪知道啲咩我哋唔知嘅嘢啊？答我啊！ということ。究竟发生过咩事情啊？認めるということかな。可唔可以确认一下？你谂住点样做啊？你系咪知道版本龙马嘅消息啊？分かったな。仕方。你我居然俾你啊设计阴到啊！放心啦，将你肃清之后，我哋新选组仲会继续噶，会继续依照近藤勇为局长呢个体制。系啊。哇！咩事啊？呢个人都有枪喎，呢个死靓仔。唉，又嚟啦！新選組を抜ける時は死ぬ時だと思う。哎呀，我一路以为啊，新选组解散嘅时候咧，我就话就系我死嘅时候。平座。你唔可以啊！杀咗伊东先生啊！如果咁样会令我好困扰啊！平座，唉，唔该你让我一条路啊，副长先生。我话你听啊，我将会啊夺取啊新选组噶啦。而家全部对视啊，都要跟我，全部倒戈相向你啦，反骨仔。哼，原来你一早啊已经准备好出卖我哋噶啦，哇！一齐除衫就喺呢个久违嘅除衫动作。今日啊，我哋要成立新组织，御令卫士。我以后我哋唔再捞啦，新选组嗰边。土方先生，钱又好，组织又好，已经俾我集合晒啦。反正啊，而家你都剩翻好少对视噶啦，啊，慢慢啊，好好努力啦，系咁啦，得翻你四个队长慢慢搞。